今天用扇贝教大家做一道创新菜。先把表面的泥沙刷洗干净，平刀将扇贝对半开，把肉剔下来，内脏不能要，改井字刀，用潇洒的姿势来切一点五花肉末。想学做菜的，在我主页有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即可收藏，学到就是赚到。加葱白，少许姜末，盐，胡椒粉，蚝油，搅拌均匀。加红薯粉，少许水稀释。红薯粉粘性强，口感好，适合调馅料。把肉馅抹在扇贝壳里面。有朋友调侃说呀，10个路过的没有一个愿意给你点爱心的。我说点是情分，不点是本分，凭啥给你点呢？我只要出好我的作品，对他人有帮助，自然有人支持啦。这种扇贝肉很少，所以加点肉馅比较有分量。上气后蒸6分钟，蒸完出锅，撒点葱花、红椒末，6成油温，呛香即可。蒸海鲜为什么要呛油呢？因为呛油比较香，色泽比较亮，不会看上去干巴巴，口感也比较好。从厨10年以上的我，每天跟你分享经验，让你少走弯路。主页每道菜都讲得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，千万别错过哦。